乌克兰在哪里？乌克兰位于欧洲东部黑海亚速海北岸，在历史上为兵家必争之地。乌克兰国土面积为60.37万平方公里，东西长1300公里，南北长900公里。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属东欧平原，受大西洋暖湿气流影响，大部分地区为温带大陆性气候，克里米亚半岛南部为亚热带气候。乌克兰境内有3000多个自然湖泊，主要有亚尔普格湖、萨塞克湖、卡古尔湖和阿利别伊湖等。乌克兰作为世界上重要的市场之一，是世界上第三大粮食出口国，有着欧洲粮仓的美誉，其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%。乌克兰工农业较为发达，重工业在工业中占据主要地位。